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现在二牛这脾气啊越来越大了，咬小狗，跟人家俩玩的时候，你看他主动去玩咬人家俩。以前我是承诺过咱大家，就是啥呀，让二牛和这两个斯塔夫抢抢鸡架，抢抢东西，看他们三个里边谁是这里边的狗王。看这鸡架，这上面全是肉啊啊！我先这样吧，这个几个鸡架，我打二牛洗脸了是不是？我先放地上啊，先放地上让他们吃一下。一会儿呢，看他们每个狗吃完一个之后，咱再单个的扔，让他们再吃。来，去。二牛把这俩了啊！二牛，你能吃下去不？啊？二牛的就得抢过来之后霸占俩才行啊！大家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露娜跟莉亚现在吃东西。哎，你看他俩，现在他俩牙齿刚换完。这牙齿已经好了，可以吃这个了。但是，哟，还没说完话呢。但是他们吃起来还没有技巧，不像大狗吃东西啊，这踩住吃。他们就是生嚼，嚼了之后你直接咽了就。数他吃的最快，你看吧，露娜吃的最快。一会儿他跟二牛都得抢起来。三角镇啊，这是一个。二牛咬这个两口，咬那个两口，这个。露娜吗？不是那个莉亚吗？莉亚嘴里边不能有东西，她有东西之后她吐。你看看，人咋着她了？三七二十一呢，我是我的。你跟谁护呢？你这是？护着二牛呢。笑死我了，小丽。看二牛不搭理你。二牛踩着吃的，二牛赶紧咬那大的。呀哟，直接给拽掉了 啊！直接抢了一块儿，被毛炸起来了，炸起来了都，连他那个也炸起来了。人家不护食，我不护食，快去，再给他要过来，去，再要过来，吃完这个脖吧，吃完这个，你摸摸他护食不？我摸你一下，呦，他不护，他躲着，他就喘了。没抢着，这二牛现在有点吃的就行啊，还没有那种主动攻击去给他们抢，他抢不上，也有可能是地方大，他没有这两个大点的斯塔夫跑得快，
他没有人要跑得快。再还有一点是啥呀？还有一点就是二牛老是跟着我。你看这事儿整，我来再拿一个鸡架吧，我现在我就扔过来，让二牛先咬上。行。他也吃完了。都吃完了，你拿来的时候都吃完了，你看啊。哎，这回可咋整？没了，找他俩，找他。他们三只，咱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只要是有一只狗，那个肉到自己嘴里边了，别的狗就不敢围边啊，不去抢。尤其是这个莉亚，莉亚不给人家抢。露娜呢，有时候还跟那个二牛还抢一抢了。你看这二牛自己抱着吃。对，小莉亚是他自己有的时候，他护的可严重了。对。你看莉亚是啥，莉亚那肉只要是到莉亚嘴里边，他绝对每只别管什么狗给他要不走，他就护得那么厉害。只要是人家吃完了，这个肉在别的狗嘴里边，人家不去抢，人家不给你玩。那牙行吗？掉牙了没？开始隔一隔就掉了。磨磨牙好，最护食的就是莉亚。对，现在我们要夸奖的就是谁？二牛。嗯，敢跟这两个比他们大几个月，两个月。嗯。啊，两个月的狗在一起吃饭不害怕，这个问题还可以啊，就得夸奖他，胆量不小。就那小块骨头，你咔一下，这不是抢过来了吗？哎，你不吃。还行，你大体格子，过来，坐下。哎，你看看我们露娜很听话，但是莉亚就不行了。莉亚没有说安安稳稳的在这儿。过来。哟，光说的莉亚不敢。你看刚才讲了，直接到嘴边上了都。行，小莉亚挺厉害，这波莉亚完胜啊，胜了。这让他们吃东西，到最后，人家莉亚胜了啊！莉亚敢从别的狗嘴里边抢，敢跟从二牛嘴里边抢，哎，这家伙，